大家好，这里是猫镜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来玩尼克与兽诅咒的水底图书馆。那好一段时间没有录游戏，就录完到哪里去都不记得。看一下冒险记录，有神仙，这里好像有一位超级厉害的老技师。哦，就是那个艾尔的导师，对，艾尔的身份真的是很神秘啊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哪？直接下去。那我记得我之前呢、有私底下练下等级了，所以我想应该不用再练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不要！我刚刚这样看都已经16等，应该还行。这应该是上去，哎，我现在要去哪？记得这里，对，这里有个电梯间。好可怕，这也是鼻屎山。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好了，因为我上次也没有来这里看过。如果能换武器，我们就顺便把武器换一换。我们可以买一下一个戒指、散弹枪，还有是什么彻尼片吗？好，顺便把他们的武器都换一换。刚好谁的、他的吗？对，他也是16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前走。那上次呢，其实他刚才那张地图啊，其实有这个类似这种对话，其实我都把它读过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很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对，其实没有很重要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去看，自己私底下去看过。那我们先前进吧，因为这集打算就是录一小段了，因为可能就没什么时间，就想说做一个小更新。这是晚宴，寻常年吧，可尼利亚，你的舞蹈真的很美，愿你安息。这些都是坟墓，这么多石碑。哎，就这样。莫名其妙就被打了。这边刚刚应该只是剧情，我们上去去看一下，搞不好有宝箱。好像是一定要开的啦，这有是不是来过？有没有来过？不是我的错觉。莫斯大快消，可以加物工，那给你好了。因为他们好像除了他之外吧，跟尼克，其他都是法工。对啊，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换一下。换成物工。来，继续前进。这也蛮大的，是不是可以去哪？这也不会是要让我们练习，不是练习，让我们练的地方吧，感觉蛮像的。
可是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水晶，因为水晶刚刚就在上一层。护士服跟修女服，需要看一下。护士服是加法工，修女服是加法防。那我们把法工给里拉好。他不会可以带两个吧？他好像这样可以带两个。要好了，给你好了。敏捷好速度，那我觉得敏捷好像没什么作用，给你好了。就我们那个尼克啊，他的魔啊，真的有够少的，下就没了。说吧，不晓得前面会不会就遇到 boss， 我觉得好漂亮。这个作者他做的这个场景啊，就是很美丽，很宏伟，而且又那个光影啊什么的都拿捏的非常好，很喜欢。哎，这个啊，就是刚刚上面那边，我们现在下来。想要让尼克就直接用普攻就好了。好，继续前进。最近啊，那下午的风实在是蛮大。哎，今天不对啊，我今天就回来啦。我来这里干嘛？啊？对啊。哎，我来这里干嘛？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啊，你要可以过来啊。又是小黄书，别再讲是小黄书了，就跳过有意义的对话。泳衣，这一个怪物它血比较多，所以我就还是得要用魔法比较好。稍微看一下，我刚刚捡到什么？泳衣，泳衣是加法攻。法攻，那我给他换一下。观众，哦，风好大，我不晓得大家会录到那个风咻咻咻的声音，还真蛮大的那个风。因为我的窗帘整个打在我的背上，哎，啊，要打那个是那个特别房间的 boss 吧？我们来打一下吧。哎、欸，走开走开！我想要进去，好漂亮哦！这里真的也做得好漂亮。战斗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属性，弱点是暗属，那另外一只不晓得。因为每回合只能用一次，那我们更新现在打。我现在没什么暗书的技能，我把它随便
我救他有暗示。哦，我发现到另外一只血有点多，我觉得我会死掉。现在才发现。哦，那右边可能不是暗数，因为我那个李拉他打他是没有反应，所以他应该不是怕暗，然后怕光之类的。那我不要用暗数。M0 D 耶，怎么回事？难道靠那个我左边那两位的吗？我理他，我打不动了。他快要死掉，救啊！你自己吃血吧。啊，终于赢了，我又会输呢。哎，没有升级，我今天自己没有经验值，我忘记上去有没有经验值。啊，我的天哪！难道这里没有水晶吗？哎，就看撤退撤退，黑猫，然后就说那个魔女啊，不是都会养黑猫，反正那个黑猫叫做什么球，我刚没有看到，太快，这好漂亮哦。其实我已经忘记我现在的目的地是哪里了，反正我就是先前进再说。有一把刀，加物攻欸，那我就可以给那个尼克了。可是我防护差很多，防护十算不要。啊！警察局警察，那我不该进来的，这里是做什么的？哎，嘿，分散了，哎，我外面还没看说，嘿。还是我在想要不要把那个血啊都把它补一补。那我们先快速看过。啊，我进去剧情了，那边没有看。这游泳池。结果他们居然想要游泳，我以为发生什么大事。哎，还跟我跳进去。天哪，也太开心了吧。他们到底是来玩的还是。只有那个谁李拉没有下去。李拉哦。然后这边就快速跳过，因为我觉得这里没有很重要的剧情。
小的可不可以进去看？哎，就这样，前方是游泳池，还不让我看，提灯的包容心。回复效果 150%， 哇，那就给你。还好，怀疑我会漏掉什么剧情。好，那现在他叫我去往右边走，那我先不要去。目前这一路上啊，根本就是在捡东西。有水晶了，太好了！怎么回来电梯？天啊，我这一路上都在买东西就好了嘛。啊，真的要打 boss 了，有点担心欸，因为刚才在那个隐藏关卡那边就是有点难打。难道我们要打那个老奶奶？也不是吧，还好不是。谢谢我。啊，怕光。好。光。我好像这只就雷鼠的样子。诶，怎么跳都没有光束。诶，真的他们都完全没有光属性啊。那个莉莉应该也有，可是莉莉我没有给他上啊。嗯，我记得招消耗他的TP 在哪里啊？好，这还好啦，没有很强，我以为打不赢，还行。真是吓死我了。什么时候能铲整到那个老奶奶呢？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？就像什么我看那块烤山文鱼。也太狭义了，好可爱哦。可是那位机械高人却没有找到，只想快点见到他，请他跟他请教，干脆拜师学艺。你还真心大，我们连他是什么来头都不知道。我想我和艾尔想找老奶奶，而莉莉想找明行进的做法。罗杰塔是担心莉莉睡跟来，那你又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要找失传的魔法书的，就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我对魔法一窍不通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也对啦，尼克说他是机械师，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女巫啊，又会魔法又懂机械，那不就是天才吗？真是令人敬佩啊。对啊，真太好奇。好，结束。很鸟而已。以前曾经我爸被我爸的情妇推进河里，发展是跟我那个蠢爹有了孩子，然后跟那个女的说因为有我所以不能跟老婆离婚之类的话，然后我就扑通的一声掉进了河里。难怪他不敢下水，又会怕。哎，这里过来太多，真鸟！我想要去撞他。
这里应该也是让我们训练一下提升等级用。我用错技能了啦。对对，我觉得李娜她真的直接用攻击的反而比较暴力。那个鸟不能赶走，我以为它会这样子能靠近飞走，哎，真的飞走。哦，所以这一件是电，只是单纯的一个电梯。啊！但是我们现在是到底要去哪里？是要找那个老奶奶吗？首要任务找老奶奶。哦，那里有剧情。那等一下，因为上面有宝箱。打一下哦，你迟早还是得打的。三回合内攻击力这三倍你也太强了，你太可怕了啊！大家都晕血了。有点危险，我居然那样子还闪过去，过不去。好，稍微看一下那个装备哦，刚刚捡到的东西。加巨大 HP， 我有点想要给莉莉的姐姐带耶，因为她的血超少的。要给她带，她血好少。其他人起码都还有1500。好啦，我们先把右边的剧情看一下，看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有可能不能入太久啊。有魔法气息，难道我们要去启动这个装置吗？魔药血，艾尔的是魔药血，很久以前的艾尔大哥，你到底是几百年前的人呢？真的很好奇。我们现在来到中塔，那里有电梯耶，动不了啊，掉下去。好像我还会有什么剧情，结果还好，就是单纯说来中塔，所以我们可能只能一路一路的慢慢上往上爬了吧。而且这里好像也没有怪物的样子，这是设计图，这是中塔的设计图，我放弃了，你能看得懂吗？尼克应该是多少都看得懂，因为他对机械本来就比较在行，这样我们都对魔法比较在行的人就看不懂。
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好了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